在听，仿佛有些遥不可及。女儿一世，哥们一起，我还得继续给力。累了也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时间流逝，看起来漫不经心。先生，这边请。江小姐，江小姐您好。谁让你放他进来的？这个江先生是作为我们经理的客户代表来进行客户访问的，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建议啊，或者是要求，都可以向江先生提出来。你呀，让他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啊。我闺女来跟我开玩笑呢。你忙。我外孙子呢？去婴儿训练室了。训练什么去了？爸，你那一拳是真不怎么样，彻彻底底的坐实了我跟卡特的事儿。我发个朋友圈，发我儿子照片，这一堆人来问我，我还得一个一个解释。我都承认错误了，当时爸这脑袋这血往上一涌，我就不是。那你女儿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堪呀？啊，那卡特再好再优秀，我也看不上他呀。那我还不了解我女儿吗？再说爸爸那拳也不全是坏事吧？对，都是好事儿。爸，嗯，我跟袁硕离婚了，你看离婚协议都签了。哪天你要是看着他的话，告诉他一声，我跟他随时拜拜。白白太便宜他了吧？就算你干，我也不能干。你还想怎么着？爸给你熬了点这个鲫鱼木瓜汤，先喝了啊。我想想，我怎么治他？怎么治他？先喝汤。嗯，对了，我出了月子。得搬回家住，把房间收拾一下。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。爸爸听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不高兴啊？像吗？送终的。
别，挺好喝的。 干嘛呀？没事儿，回去坐着去。孙子。 是谁？孙子，他确实是爷爷。对，是爷爷，不是好爷爷。有拿镊子看孩子的吗？这将来家去，万一把孩子弄出事儿了，可怎么办？不是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你是不是想把这当玩具逗孙子来的？对，我是拿他逗孙子来的，这镊子还是他给我的呢。他姥爷给我的。 江先生，你是我们经理的朋友，你就不说什么了。但他对不起了，我们得报警。拿着镊子看孙子，那有什么目的？骗谁呢？别，他确实是孙子。谁？孙子？他是小孙子。哎呦，严伯伯，你告诉袁硕，离婚协议呢，我已经签好了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去办一下手续。啊，还有。 验 DNA 呀，没有我同意，你们谁也别想。顺便告诉你们一下，月子中心我会再住一段时间，不回家了。走，王主任，让他们走吧。你们俩一起走。 江天呢？江天出院了呀。出，什么时候出院的呀？早就出院了。那他上哪儿了？那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
拔根头发这点小事儿你都干不好，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？你，啊，还能干什么？这么高难度的活儿，就应该你去干。啊，我去干，我就根头发让你去验去。回头你跟我说，这根头发不是外孙子的，啊，我怎么办？啊，你这个小九九，你说你天天琢磨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琢磨什么呢你？ 说实在的，我要不是看你有这点诚意，甭说姜天不愿意验了，我也不愿意验去。那孩子抱出去就是现成的活广告，你这还用验吗？六指挠痒痒，这就多此一举。哎，我为什么验？啊，我为什么验？就是为了堵住你的嘴。你堵得住人民群众的嘴吗？是吧？这都赖你闺女。 把小杨还那照片往网上一发，整个小区都炸了锅了。你这个，你要早听我的，把孩子给转移出去，不会有今天这事儿。什么意思？可不是。信不信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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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喊人了！信不信？我喊人了！信不信？你别吓唬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闺女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。不是，那签就签吧，那我有什么法子呀？ 不是，你别！哎呦，我喊，我这个人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我你跟我来这一套是不是？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！老小子，你等着。不是，这你怨谁呀？怪你。等着。 哎，江董 ，APP 模块已经上马，早就项目线下发展如何？进展情况需要我做什么？及时指示。陈叔。哎。 你这事做的可真不漂亮！如果让江天知道是你怂恿袁叔叔给宝宝做 DNA， 怎么想啊？我就是想让那个袁硕父子俩心里踏实，我才这么做，也是为他们好。那你约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约你什么事儿？你还不清楚吗？啊，你跟天儿感情那么好，啊，我呢是怕他胡思乱想。 你呢？多劝劝他，安慰安慰他，啊！行吧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哎哎，等会儿。 等一会儿，怎么样？这回体会到大明星的那个待遇了吧？啊，出门都不敢见人。啊，我帮你拿着。讨不讨厌？早听我的话，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儿吗？反正咱们现在就是老鼠过街。听你什么话呀？嗯。 人得事儿，他根本他就不同意。我听你什么话呀？那还是你没施压到位。你看现在，躲人刘强根，这就是因果。这人说话可真够难听的。DNA 验了吗？验什么验呢？我这头发还没拔下来呢，就让江天给发现了。江天说。 他已然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，等袁硕回来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哟，不是，我也不愿意闹到这一步啊！你说离婚这种事儿，它毕竟传出去，对谁都不好听，是吧？什么事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怎么听着你这意思好像是说，不验 DNA 你就能同意俩孩子离婚呢？哎呦，江家大嫂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了我跟我儿子吧，成不成？袁家老头子，我发现你混起来，你比谁都混。你瞧你这劲儿可真够难拿的，还江家大嫂子。哎，凡事有个理儿吧，没凭没据的。你就能让俩孩子，你就把他们给拆了？现在都顾不着。这，行，你闭嘴，你别跟着我。我现在我瞧不了你，我瞅着你讨厌。大嫂，江小姐，刚才有个叫袁硕的人非要闯进来，让我们工作人员给轰出去了。你们家属跟他熟吗？熟啊。轰得好，轰得越远越好。护士小姐，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好啊。这种行为鬼鬼祟祟的人，就要把他拒之门外啊。万一他是偷东西的呢？啊？偷东西不至于吧？啊，对了，江小姐，我这就去把饭给你端来。不吃了，没胃口。说什么呢？吃啊，赶紧拿过来。你怎么能不吃啊？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孩子吃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啊，还有，哎，你记得喂他的时候要滴上一滴我送你的一颗心啊，增强免疫力，促进钙吸收。还，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这袁硕还让他进来，有些事情你们俩谈开了比较好。还聊什么呀？离婚协议都签了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见着谁问这杨孙子的事儿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咱们家就成了这条街上的大笑话了。你不是在那个离婚协议上签字了吗？啊，江天已经派人上咱们家收拾东西来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速战速决吧。谁说要离婚了？那天我喝多了，是雪松他们帮着给弄的，那不算。什么不算呢？这到这时候了，不算也得算。爸，我们俩的事儿，您就先甭管了。眼下呀，还是先把孩子的事情弄清楚再说吧。这个江叔本来是说跟我一块儿要验验孩子这个 DNA 来着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？就我在医院里边刚要拔孩子的头发，要是护士给撞上了，这事儿还真是不好办了。还 DNA 验不验的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着根源。根源就是孩子他妈。爸，那您可说错了，这网上都说了，还有基因突变呢，那胡说八道都是。那还有隔代遗传呢，那还有隐性遗传呢。那咱们祖上，万一要有西方的血统，那生下的孩子，那肯定得有西方的特征。真要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咱们家谱上肯定有记载。你感谢我干嘛呀？江天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我帮助他是应该的。哎，我其实今天过去，我本来想跟他，告别的。告别？我在这儿的合同到期了，我要回美国了。但是我看他不开心，所以我说，等我回去我再跟他说再见。真没想到，卡特，你还挺细心的。就算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，我就说我出差了，我跟张敏还有艾丽莎已经说好了。那你什么时候的飞机？
就在今夜。我送你吧。嗯，在很晚的今夜。心意我领了。哦，对，谢谢你送我的膏药。千万别跟我客气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先答应。你得先说。那好吧，记得我回美国的时候回我信息啊。嗯，行吧。Cheers。不知道啊，孩子病了。啊？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还怎么又病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孩子是无辜的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没心思。闺女，哎呀，闺女，怎么样？哎呦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快给我看看啊！我儿子。哎呦，别哭别哭，闺女闺女，怎么了？别哭别哭，说怎么了？你儿子怎么了？啊？病，救不了了。什么病救不了？妈的命，得了免疫缺陷。啊？这是什么病？不哭不哭不哭啊，闺女，你千万别哭。哎呦，你这一哭，我这一杀我还难受。我再问问医生怎么回事啊？你安排安排他，我再去问问医生。哭了不哭了不哭了，没事儿没事儿。败血症已经控制住了，孩子病情基本稳定，正在恢复当中。那就说就能医治了。目前的情况只是暂时的，病情呢会经常的反复。在孩子以后成长过程中，肺炎发烧会经常出现。啊，那要这样的话，那孩子得多遭罪啊！不是，怎么能成这样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联合免疫缺陷，药物只能缓解一时，控制不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？要想根治，必须要进行干细胞移植。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成功案例，但是要找到匹配的配型很难。当然了，亲属、兄弟、姐妹之间的配型要比非亲缘关系的要高。明白了。那就得做配型移植了。要想彻底治疗，只有这种方法。你们亲属呢，都可以去验一验。我们也会在志愿者当中寻找相匹配的配型。我这也是没辙，赶鸭子上架，江总非得让我签。我要不签，四部项目现在就进行不下去。要不然这儿你也别费劲了，你给他打个电话。要不然我担着一个法人的名字吧，我这要签了字，董事们到时候还得问我，我也没这权利。不好意思啊，于总，这事儿我还真得问。你必须问。我做不了主，财务制度也管着。再说这也不是小事儿。当然了，财务上一分钱都是大事。哎，通了通了通了。喂，董事长。那个新项目的审批预算报销单上，于总就用签字了。是是是，我呀最近有点忙，于总签字就可以报销放款了啊。哎，对，秘书那儿有我电话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我问他就。哎哎，江总，我就问你一句啊，就次库项目那些物流的事儿，我能不能联系一下？可以可以啊，电话他那儿有。啊，哎，另外。说呀，
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您现在是董事长规格，您签的字全部报销。信任有多重要？啊！真过奖了。不用客气。有您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儿子能救吗？当然能救了。真的？那为什么他还在里边呢？等炎症消了，烧退了，自然就出来了。闺女，放心吧，啊，史强大夫呢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，肝细胞移植方面的那个权威人士。放心吧。谢谢。如果能进行肝细胞移植，我保证你的孩子也像正常儿童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好，爸，快走啊！做配型进行移植，那能配上吗？怎么配呀？怎么样啊？哎呦，真的出大事了吗？您吓了我一跳，曹阿姨。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突然说话，我心脏病都犯了。出大事了！哎呦，没事儿啊。行，妈，哎呦，您放心吧，肯定能配上。这回我们四个都抽血了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挂了啊。哎呦，真操心呢。教授吧，这两天我也没闲着，我一直研究家族的族谱。我这一研究，我们家没有西方的基因，您家肯定有。我觉得您家最适合。当然了，我外孙子嘛。对呀，那个大夫也说了，那个这个族谱的事情，主要是找这个西方基因，西方基因找到了，孩子就有救了。您家的最强最靠谱。是吗？啊，那个隐性遗传在江叔爸家吗？那要这样的话，那个什么，给你妈发个微信啊，让姥姥也验个血。好，啊，好，现在就打。嗯，现在就发。你发。啊？跟医生说，加个急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过去了啊。我加个急。快点啊！快点。我说完了，小叔，发完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！哎，您好，您好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教授爸说了，让我再办个加急，验一下 DNA。好，行。谢谢啊。我是 O 型血啊，你是万能。书写者，我知道您是万能书写者，您懂得真多。对，就是献血。不对，错了错了，怎么了？这不是书写者呀？啊，这不是书写站？不是，人家现在先进了，得先验血。合适了，人家才让您献血呢。改了啊！怎么没通知我呀？通知，如果要是您验了血合适了，就通知您了。我还没献血呢，我没献呢。嗯，你这得到时候合适了就让您献了啊。啊。姐，如果卡特不出差，我非得把他叫来验验。叫他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有西方血统，我们有吗？卡特不在吗？
他怎么手机一直关机啊？啊，出差了他。那也不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关着手机吧？怪反常的。可能在飞机上的吧，或者手机也没电了，没充，是不是啊？也是啊，他落地了肯定会告诉我的。对呀，天儿。检查的事情都弄好了吗？都弄好了。行，那就好。哎，姥姥充完血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哦，好的。对，天儿，你跟姐还有爸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这儿我盯着呢，保证护士随叫随到。这儿应该用不着这么多人。啊，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不是听我的，听医生的是吧？是吧？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爸爸爸叫那么亲。爸，燕儿啊，干什么？这儿有的人啊，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咱们得成全他。想将功补过啊？晚了。对，将功补过太便宜他了。协议在你们俩谁手里？我手里呢。签字了吗？早签完了。你还有什么说的呀？我不可能在上面摁手印啊，真不是我摁的，是他们拿着我手摁的。快签了，把协议拿过来。明天呢，爸就把这事儿给你们办了。别，孩子更重要。不是，孩子跟离婚协议书不冲突吧？不冲突。不冲突，不冲突，不冲突。冲突。不冲突。哎呀呀！配型太重要了，万一我跟孩子配型吻合呢，那不就耽误了吗？是不是，爸？怎么了这是？爸，哎，没，没事，眼睛疼。没事儿，没事。今天晚上你值班。行，我值班。反正，您不能落井下石，是不是？啊，不，严重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落井下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不是，小叔，他这么说你，我可听不下去啊！天儿，走，咱们去取离婚协议去。走。走。咱们啊，就别管人说了。走啊，走吧，出门啊。啊不，慢着点儿。病人家属，你订的饭来了，赶紧去吃吧。谢谢啊，爸。不言不语的，您怎么来了？赶紧吃点吧，一宿呢，早着呢，不吃点顶不住。谢爸，我看这孩子挺好啊，欢日呢，您不看了吗？不发烧了？退烧了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儿子，做配型能不能验 DNA？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啊？加急，明天一早吧。太好了，咱们呢，最大限度做到仁至义尽。爸，我这事儿您就甭管了。就这事儿不成？哎呦，江天回来了！哎呦，姥姥，好多年都没看见你了，想死我了。你歇着吧。我那大孙子呢？哦，这来了。哎呦，我没不给我抱回来啊！退了，而且症状也渐轻。啊，媳妇儿，放心吧，现在咱儿子烧已经退了，而且症状也
年轻。放心吧，我站在这儿为儿子占领丰收，为你置办生意。睡了一宿啊，好，上心了，这是。啊不，我买早点了，啊，明天吃点。那你给你爸吃，别爸，你也吃。现在哪吃得下去啊？吃一口先垫垫，回头等你结果出来，再吃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哎来了，哎，大夫，那个什么情况？父母半合，所有的配型都不理想。父母？什么？丫的父亲袁硕，母亲江天。亲生父母都是半合，所有的配型都不理想。等会儿，大夫，您刚才的意思就是说，里边那个孩子是这个叫袁硕的亲生的？对啊，袁硕与孩子的20个点位都相同，当然亲生的了。哎呦，袁硕！半合是什么？半合不能骨髓移植，但是能证明孩子是亲生的。哎呦，那个都配不上吗？就是我，就是我，两个这个曹明霞都不理想啊，这些差得更离谱。那他们那个远房亲戚，远房亲戚不，大夫，我是孩子他爷爷，我跟您表个态，就是为救我孙子，我身上什么零件都能给他取了用。您看我哪一块能用？你看我爸哪行？行吧，那个我先带你们出去化验一下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行，我没事。让你爸先把那包子吃了啊！哎，得。兄弟，来，坐吧。您坐，您坐。我是医生，还是五爷了？是不是我孙子也那个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孩子的事。这江天儿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是啊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怎么回事？可是检测的结果显示，你跟她是非生物学上的父女关系。是是，就说了，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别，这是不会搞错吧？啊？还有那个我那个。侄女江婷，我妈曹明霞呢？看到结果很奇怪，我们让他们也做了 DNA 对比。对比结果，他们跟孩子没关系，而且他们跟江天儿也没关系。我妈曹明霞可是江天儿的亲姥姥，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。Thank you.
种下的花，阳光下长大。你常看的那些书，填满我的书架。冬天来临，窗台上散落的雪花，点缀着温馨的家，心快被融化。多少天，多少年，多少路，才能够让幸福杯茶在为你等啊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两个人一辈子撑起一个暖暖的家。牵手看夕阳落下，拥抱着晚霞，感谢有你陪着我，撑起了这个家。过去的我们。